有消息称，运20大型运输机可以空运两辆15式轻型坦克，实现7800公里远距离部署。这个说法应该有偏差，运20应该无法做到这一点。运输机载荷航程是有前提条件的，也就是说，最大载荷情况下无法达到最大航程，而最大航程又无法实现最大载荷。海外资料认为，15式主战坦克长度大约为7米，宽为 3.3 米，高度 2.5 米。它最大特点采用了模块化防护配置，根据战场环境可以配备相应防护，相应坦克战斗权重也在一定范围内浮动。外界普遍认为它的战斗权重大约在30吨到35吨之间。由于实现了模块化防护，15式轻型坦克在空运的时候也能够取上附加防护，降低尺寸和重量，便于运输机空运。从海外资料来看，两辆15式轻型坦克战斗权重大约在60吨左右，而运20最大载重超过50吨，因此这个重量差不多已经超过运20现在的最大载重。当然不考虑到其他条件，运20载重还可以增加。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曾经创造过载重70吨的世界纪录，只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，飞机航程非常小，另外超载对于飞机结构也有损伤，没有太大实际意义。因此从载荷这方面来讲，运20暂时还不能运载两辆15式轻型坦克。虽然运20暂时不能载运两辆15式轻型坦克，运载一辆还是绰绰有余。伊尔76在载荷为20吨情况下，最大航程接近7000公里， C-17A 大约为8000公里。即便15式轻型坦克战斗权重达到30吨，运20大型运输机运载一辆，最大航程超过6000公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这个指标已经可以让运20从西部战区机场起飞，抵达吉布提海外保障基地。